谢谢赵培。在海外的华人看到近期香港的反送中运动，郑重声明退出中共组织，来看一看他们的声明。 美国的余华珠说：“年轻时随大溜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，超龄后就自动退出了。到了自由世界，了解了许多历史真相，尤其是八九六四迫害法轮功和现在香港的运动，逐渐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。” CCP 是当今最大的流氓邪恶的恐怖组织，本人郑重声明退出曾经被欺骗蒙蔽而加入的少先队和共青团。 加拿大的张运峰说：“我妈妈非常认准一件事，就是想尽办法也要离开中国。终于有机会出来了，辗转来到加拿大，在这里了解的一些事让我更加理解了妈妈的决定，一定要远离共产党，他们太坏了，太恐怖了。”再次声明退出入过的少先队邪恶组织。